HM777 多功能充线成型机，可以依照您的需求客制化出不一样的产品，像是咖喱饺、波兰饺到意大利饺子，以及汤包跟馅饼，都可以透过这台机器来制作。你想要吃遍世界各国的美食吗？是的话，就千万要入手这一台 HM777。HM717 面袋式水饺机突破传统挤压式，用面袋式的方式来制作出一颗颗仿手工的水饺，平均一分钟可以生产100颗，一小时可以生产出高达6000颗的水饺，让你在后疫情时代成功突围，增加产量。HM868 黄金18折全自动生产线，可以让你轻轻松松做出仿手工的18折包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因为现在呢是 COVID-19 疫情肆虐的时代，所以呢仿手工显得更加的重要，不只可以帮你节省人力还有时间，甚至呢可以全程不用经过手的碰触，同时兼具安全跟卫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，请多多帮百城机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